自不怕人不怕鬼，从来说鬼是说人，你可来了。子不语中除了神鬼妖狐之外，公案传奇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这和袁枚的职业经历啊不无关系。老袁在基层锻炼过，不仅文学功底深厚，审理案件的水平呢也颇受时人称道。当时专门有人收集传抄他撰写的判牍，并把案情添油加醋编成小说小曲儿到处传扬。这一来呢，养活了不少以讲故事为生的草根 UP 主。不过精于刑狱的老袁也有犯难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件案子直到多年以后啊还令他耿耿于怀。事情发生在乾隆九年，也就是1744年，袁枚当时正任江苏牧阳知县。这牧阳啊在江苏的北部，是徐州连云港、淮安和宿迁四市相交的地方。牧阳以地处牧水之阳而得名，打西汉呢就有了。当地好吃的东西不少，比较有名的呢有个像烧饼一样的早点叫烤排，因为长得像大臣上朝时手中拿的护板啊，所以又叫朝排，以延吉朝排最为著名。据说最早是为了纪念明朝忠臣方孝孺而做。二一个呢是发源于乾隆年间的顾家吊炉饼，刘罗锅还专门评价过这吊炉大饼乃牧羊之一绝。三一个就是庙头千张了，别看这普普通通的百叶豆腐皮，好千张呢讲究薄透字照如金，把它盖在报纸上能看见下面的字儿，举起来对着太阳能看到金色丝绸的质感。资深吃货袁枚在随园食谱里特别提过，用山珍海味给这千张当佐料也不为过，可见他对牧羊的特色小吃啊那是真爱。扯得远了，咱们书归正传。话说牧羊当地有个姓洪的人家，站着房躺着地，不说是首富吧，在地方上也是数得着的。老话说财齐人不齐，这洪的老爷家里头趁钱啊，可老了老了，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大少爷，千顷地一棵苗，宠得都不行了。这洪大少爷念过几篇书，可都是有一搭没一搭，十天半月腻了也就撂下了。眼看着洪公子长成了大小伙子，体格呢倒是不错，可说话办事总有点不上道，整天跟街上胡混。洪大老爷心想这可不成，万贯家财将来都得交给他，自己要是哪天没了，一家老小还指着他养活呢，必须正经培养他读书。过去有钱不算啥，士农工商这士排在前头，想当人上人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道，家里有了功名这才算是阶层跃迁改换门庭。拿定主意撒出人去找吧，不在乎钱，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得寻个有水平的先生好好教。听说是洪家海选先生，十里八乡的秀才都来了，圣贤书他不饱肚子，最为穷酸是秀才，能到洪家谋个差事，首先这吃喝穿用那不愁了，将来赶考的路费呢也有了着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可挑来挑去，洪大老爷都没看上，不是觉得学问不够，就是觉得谈吐不行，这事儿呢也就一直耽搁了。这一年打淮安来了个姓吴的秀才，听说当地富户找教书先生一直没有得意的，自己人生地不熟正没饭辙呢啊，便登门拜见。没想到洪老爷跟他当面一聊竟十分满意，说吴先生当真学识渊博，
犬子愚钝得很，不知先生愿不愿意屈尊代为指点一二啊？想吃冰下雹子，吴秀才当场就答应了。这吴秀才不是独身来的，带着有老婆还一孩子。洪家呢，家大业大，有的是闲房不叫事儿，哎，在外院收拾出来一间给他们三口人居住。平时呢，吴秀才到内宅给洪公子上课，一待就是大半天。秀才媳妇呢，就在外院忙活针线活啊，捎带着看孩子做饭。那孩子呢还小，秀才媳妇怕他乱跑，就只允许他在门口玩，自个儿呢站在门里一边做活一边看着。其实三四岁的孩子他能跑哪儿去，捉个草虫逮个蚂蚁就得了。洪家人呢出来进去免不了经过外院，时间长了老遇见小孩在门口玩，看着怪可爱的，没事给个糖啊给个枣啊逗一逗。孩子拿人东西了，家大人得教啊，哎，叫大爷叫叔说声谢谢，得教给孩子懂事，一来二去呢也就熟了，都知道吴秀才的媳妇儿知书达理，手也巧，模样呢长得还不赖。这一住就一年多，住一年多，吴秀才人老实的，教书呢更是尽心尽力。有时候功课繁忙，秀才媳妇儿也会去后宅送饭，顺便呢帮师生二人缝缝洗洗，有个师母的样。这一天，秀才正在屋中备课，媳妇儿呢在厨房忙活晚饭，耳听的外面有人叫门：“吴先生，吴先生在吗？”推门一看，是洪家的管事洪安。哦，尊管，您有何贵干啊？您看看，咱这么熟了，您还这么见外。先生吃了吗？哦，这倒没有，不过卓金正在熬粥。哎，别管了，我家老爷今天备了酒席待客，那都是本地的读书人，特地命我来请您过府饮宴。这不巧得很，这个粥呢已经熬上了。吴秀才是真老实，人家都上门请了，由不得你不去啊。洪安哈哈一笑：“嗨，粥有什么好喝的，放哪放哪放哪，凉了回头热热，到了咱也不心疼。哎，走吧走吧，今天后厨准备的都是好酒好菜。”说着呢一把揽住吴秀才的胳膊就往外蹬。秀才媳妇呢一看两人拉扯开了，便忙上前搭话：“行了，当家的，洪老爷有请，那是看中你，我跟小宝呢把这锅粥分了就行，你快去吧。”哎，还是秀才娘子会说话，哎，酒菜都预备好了，就等您去开席了。正说着，吴秀才的儿子听见动静，从屋里跑了出来，抱着他的腿是不撒手，非要跟着去。其实啊，他也不知道是去干嘛，纯粹是黏大人。洪安一看乐了：“嘿，小宝真可爱，孩子想去就一起带着去吧。”吴秀才见状直摇头：“哎，小孩去像什么话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老爷就喜欢孩子，带着去更好，可就是委屈秀才娘子了。”秀才媳妇儿摆摆手：“哎，不用管我，你们早去早回，哎，说话办事注意点哈，千万别喝多了。”“嗨，嫂子，您怎么了？跟我家老爷喝酒您还不放心啊？”吴秀才见话说到这儿，再不好推辞，只好抱起儿子跟着管事出离远门前去赴宴。可谁知这不去还则罢了，这一去可惹出了塌天大祸。